是越位靠赛，也不是越位靠赛，是他这个 tick 打起来怪怪的，打起来怪怪的，因为手感有差，他那个手感玩起来就没有以前那么顺美。我要秒杀小啦！先把衣服脱，我只看你没穿衣服的。啊，你抖内我就脱啊，抖内我马上脱。黑狗呢？又这样明示，不是啊？你们都讲那么明白，那我也讲明白一点啊。有钱才拖啊，钱来就干。为什么官皮的人那么喜欢打阿兹特克跟那个 Vertigo？ Hello， 哥们。你好啊，兄弟。阿贤，你好。阿贤。你啊。啊！撞到他哎、欸，难怪走不动。甜甜圈，不考虑打 Major 吗？哎、欸，坚决不考虑2024。哒哒哒，我怎么叫暂停？技术性暂停。找着好玩吗？太好玩了吧！对面要上挂了，靠腰才110邮局而已就要开挂。有新的电压枪图可以推荐给我吗？啊，我觉得现在电压枪没有用哎、欸，他这个傻逼 tick 怪怪的。最近没有研究 CSGO 哎、欸，是越位靠赛，也不是越位靠赛，是他这个 tick， 反正我也不会讲，打起来怪怪的，打起来怪怪的，等他优化好吧，不然我也不太会玩现在。因为这个 tick 我也不太会打，因为手感有差，他那个手感玩起来就没有以前那么顺哎、欸。哦，我杀三个，爆头率100。怎么大家都那么会爆头？玩起来一点都不丝滑，嗯，真的。停！是第一个。那个只能去 VIP 了，想 VIP。VIP。早就该死了，妈的嘞！这 tick，、哦、我打了6支，还是100%爆头率。因为这个 tick 我也不太会打，我只打头啊，好卡、啊，是关皮很卡还是怎么样？又打 face eater 又要排超久，现在不知道为什么 CS2 face eater 变人很少，可能亚洲人真的去打瓦了，亚洲的哥们都跑来打瓦了。防弹衣怎样扣的？我记得打脚好像不会扣防弹衣耶。打脚好像不会扣防弹衣，打 CS 换瓦菜包都按错，那你就改按键就好啦，看你到要改到4还是改那个，改到1，就两个统一就好了，统一不丁。看这样没打到。你要甩到他的头，妈的嘞！可以舔一个吗？舔舔。我操，中四个，中四个。拎你妈的嘞 ！CS 玩的烂就是欠喷吗？看你的操作吧。如果你是耍白痴，那当然是欠喷啦。耍白痴的操作可能真的是要喷一下，下次你就不会这么做了。YJ 给我的 ，YJ 借我的，哎，靠呗。为什么？人在搞啊，人在搞事啊。耍白痴的操作可能真的是要喷一下。
最后 CT， 最后 CT。CT， 谁又被我灌到嗡嗡叫的啊？被我听到。这张图感觉 FPS 很低耶，干那个水。What the fuck？ 对我都到包点，为什么还有人会活着他妈从那边冲出来？妈的！不是啊，啊，包点的队友他妈不会打，干你，放狗！阿林娘嘞 ，sorry。牛蛙，不是故意的、啊，兄弟，我帮你补枪啊！我操！哎、欸。这样没中，多纳斯填圈两个，三个，中路两个，这以前如果是 CSGO 两个都死，打起来就妈的，感觉会中的都没中，小可惜，平时除了玩游戏外，还会做什么休闲活动？上班算吗？睡觉算吗？就只剩这两个了，就是我的24小时就是上班、开台、睡觉，感觉也没有别的了，就只有这三种、欸、打手枪那个只有几分钟的事情，应该也不算吧。这去台北好玩吗？还不错啊，每次 YF 都不错啊，因为都会有很多观众，可以满足自己的虚荣心，至少有人跟你拍照，觉得自己好红哦。长得很高，不知道我视讯看起来很矮吗？为什么大家说我长得很高？我的视讯看起来很矮吗？上半身不高，是吗？因为很多观众都说我本人很高，好几个都这样讲，三四个吧，说我本人比较高什么的。我想说，干我视讯，我实况画面看起来很矮吗？我是 AI 当鬼？你这头年轻十岁是吗？比那个条码头看起来年轻吗？拜拜。哦，现在是用这样领的。啊，都好烂哦。快枪侠。有钱吗？没钱 ,0.36。哦，这11月花太多钱了，不能再082了。干你啊，这11月去台北两趟应该已经破产了。不能再花钱了。